6月27号晚，范冰冰、李晨发文宣布分手，两人一句“我们不再是我们，我们依然是我们”，将这段长达4年的恋情画上了句号。发布分手微博时，两人的情侣头像未换。稍晚，范冰冰更换了头像，新头像是个人杂志大片。截止发稿前，李晨尚未更换头像。据悉，2015年5月29号，二人在微博发文“我们”，官宣恋情。2017年9月16号，李晨在范冰冰生日宴上向范冰冰求婚成功，如今两人4年恋情告吹。